能这样吗？啊，可以，他是专业的。我知道，对，他说了。毛很多，你注意，时刻注意剪辑，往下扣，忘了还有点大，往下一扣，你往上扣就撤了。就在这放着，我买俩石榴吃，或者人家看牙的人，或者哎，或者房东什么的，那个傅先生，现在买俩石榴，这才反而是正常啊！你放这吧，就跟那个大夫似的，放在这儿。同意抚养权的底线，这把叫说得很干脆。好了，我同意抚养权的底线。为双方谈判创造有利条件。我同意抚养权的底线。以前呢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演员。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，没想到到了现场以后，发现他很成熟，头脑很清楚，思路很清晰。这场戏要怎么处理，情绪怎么渲染，让演员演起来也很舒服，很成熟。